啊，这是你们刚才哦进来的地方，这里是我们的大门，餐厅，对，然后那是你的主场，来，你的主场啊，别别别，啊，哇，还有欧包，哎，对，我今天刚到的，是吗？对，还有燕麦，嗯，这样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嗯，我是我们这个小屋的这个名誉主刷。美女主刷刷的特别好，我也可以刷，我也可以刷，看一下，来，我们走走，然后可以看看这边啊，江江，哇，这里太酷了，这是一个男士房间，这个房间是也是你们可以住的一个房间，嗯，你进去看一下吧，江江。然后上去呢，就是里面很大的有浴缸。班长，这里面有、哎、有浴缸，很大的、哦、啊，你看看，就你俩会选择这个还是楼上的那个？挑吧，你俩选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班长先挑，你先选，你先选。我没有，我没关系，无所谓的，你先选。我也真的，我没有。你先选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后来了，让你先选。我们上楼看一下来。这里吗？哦，客房。哦呼，这个，哇，这还有梳妆台，这太酷了。啊，哇，这还有浴缸，你那有，这给你楼下也有，这好，或者你要选哪个，我都行，我也都行，要不班长住二楼吧，这样那个做方便，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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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然后这边是写信的，对，信箱会投信，每天晚上都要写封信的，啊，这个就是每天，就是每天晚上十一点前，女生名字别记错了。走吧，行，记住了。所以咱们俩的名字怎么办呀、啊？咱刚来，咱别急，咱刚来。你坐着，坐着说，坐着说。不是女生坐中间吧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来 C 位。哎，今天你们去哪儿了？今天不是刚刚那么特殊的一个日子，嘿嘿嘿嘿，可以聊一聊。刚刚大家这会儿没事儿。我们去你工作的地方去了，啊？去我工作的地方？可以聊聊啊，饭局啊、哦，餐厅，餐厅，餐厅，大家一起去的？对啊，是的，是啊。然后只是分锅的，分锅的，分锅大家一起去。你们明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明天下午会有点安排，但是先保密。不会是飞盘吧？保个密吧。我其实对飞盘挺感兴趣的。哦 ，OK。我第一天来说，他对羽毛球也挺感兴趣。对，因为我对各类运动其实都挺感兴趣，对吧？我也感兴趣。我听说冠军，我也想学习。OK，OK，OK。行。他好像雷佳音啊，侧面。雷佳音对。其实吧，就是摘的，其实会更像，真的。哦，那个春节档演了几部电影？没有。我觉得你比雷佳音帅。嗨，你也不用背得圆。明天中午在这儿吃东西吗？哎，明天晚餐可以一起吃啊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什么菜啊？可以点啊。这个时候开始准备。真的吗？你先做你擅长的吧，我觉得。我们这两天蔬菜吃的特别少，想吃多一点蔬菜。那你平时喜欢吃川味的？我就是很清淡的蔬菜，我想。这是白灼吧？嗯，可以烤。可以。哦，这有那种烤时蔬。OK， 你呢？我都喜欢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平时吃辣吗？也可以吃辣。小马喜欢吃啥？我其实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有几样东西是不吃的。什么东西是不吃？不喝牛奶。啊、哦，不喝牛奶。不吃 cheese 黄油。嗯。椰子味的东西，所有东西，椰汁、椰蓉什么。都不吃。其他所有的吃。OK。不吃内脏。啊、哦。蛋什么的。嗯。他们三个说完不吃，你菜都烧不出来了。就我刚才就是脑海里瞬间一个大肠被划掉了，哦，大肠还可以，大肠还可以。
你们会不会就是很敏感啊？就比如说就是会注意到别人有什么忌口，然后你们自动脑海里面就会想出一套适合他的，比如说就是菜系啊，包括就一些比较健康的这种就是搭配啊，就大概会吧，大概会是吧。但是、但我对这种就是特别健康的这种减脂菜，我自己是从心底里是抗拒的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真的是不好吃，变着花给它做，它其实你还是不如一顿这个毛血旺来的舒服。嗯，啊，那你会不吃什么呀？我不是特别能吃辣，能吃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不吃香菜，我对烤串和火锅其实不太感冒。可是这里就是火锅的天堂，所以来得很痛苦。没事，有我班长。你怎么又？当面我们都是会比自己入伍早的叫班长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不是见人就叫班长啊，也是见人就叫班长。就是我们不知道对方的职位或者年哦，就跟老师哎，就是老师、啊，您就是一个进城的班长啊，有可能濒临老的也管濒临小。你俩等会儿聊行不行？你俩等会儿聊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先问一下最后一个，不吃啥？我也是不太吃内脏，兔头，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就 OK。大概我已经有了一个菜单了哈，哇哦！我来吧，切菜我主动认领了，没关系，只要不刷盘子就行。我们部队出来刷盘子可是一把好手，真的。这对，咱俩就轮着刷就行。对，因为你做饭不用刷，做饭有豁免权，刷盘子豁免权一张。嗯 ，OK。那我们休息了。OK， 欢迎新成员。哎。你们上去休息吧。好。好难受。哎呀，我还没有适应你的那种表达呢。我什么表达？这是带谁吧？潘潘，是吗？咱俩在八卦。别出来。重点是上面还有两位听着呢，你俩刷声一点啊无一漏呗，我俩不想听都不行，这关不上啊！天哪！哎呀，你这悄悄送礼物环节啊！那我们放歌给你们听啊！好了，我俩走了，逗你俩玩呢，拜拜。这我怎么不听呢？这。又收到一份礼物，他现在，你俩就想，哎，这是在说，我俩听得一清二楚，全听到了，就像刚才有人在这说话一样那么清楚。我要热死了！你俩选的地方，绝佳，只有一朵。